继续来看台南的新市，有一户姓陈陈的人家，做古早味的炊粿是真出名，即卖已经传到第三代了。啊，即卖农历的七月到了，爱阁开始大无闲了。头家无用，甲炊粿、甜粿、咸粿放伫个架顶会冷，即个才伫个台南新市里。第甲三代为着要应付中元节民众拜拜需要用品，特别到七月底就开始无面无籽伫个做粿。特别同讲，因所用的原料一定拢用纯的糯米来做，因为做出来粿才会 Q Q Q。等你悄悄啊，等你吹。所以是伊会较软球。店家为着要将百年古早味炊粿技术会当一直传落去，即摆已经传到第三代。特别到做粿时阵，都能看到规家总动员出来斗相共。让它平整一点，好看一点，不会吹起来这样皱皱的。为了店面动工，伊自细汉看到因爸母伫炊粿，即摆到因这代已经有六十多年，查某囝含囝婿即摆回来斗做，和店家百年传统的古早味会当继续传落去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